现在干嘛？吃饭。吃饭啊。来，可以，我们好了，可以上菜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呢，是带来了全上海最厉害、最好吃的面料理，来呈现给你们两位。86楼，你们刚才一路爬上来，我相信应该都饥肠辘辘了吧？对，饿，饿了吧？饿。又是 yes or no， 又要选择，来吧。看着挺狠的，来。好，今天的第一道料理，它就是至尊顶级海鲜面。听到海鲜面，整个都沸腾起来了吧？好吃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就看一下我们的菜单吧。好，大小，大小，不难吗？不难选，是男人当然大。都选好了吧？选好了，选好了，选好。那我们就请出。金茂俱乐部的行政副总厨王玉师傅，哇，我喜欢。啊，不准打开，还没打开哈，别急，大的哈，闻一闻，哇，好香啊，你这个，我是小的，还行，就是有小的一定是重庆小面。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小天来揭开大的海鲜面，准备好了，好，三，二。一，我不要看。打开。哇哇哇哇！盖中有盖呀！盖，再开一次啊！再开一次。热了吗？热，热的。热的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哇塞！我要换，哇塞！老师，我要换，哇塞！你看看，小月月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你的海鲜面，爬了70层，70层，来，好，等一下，好刺激，刺激，难受，难受，香菇，香菇。我爬了70层，换来的是一碗面。哇，我看一眼，好小的一碗面。哎，干了。哎，老师，这个面我还能吸溜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，真的是。我已经谢天谢地了，真的是。哦，我觉得这汤啊，你刚面蘸了那个汤之后，它那海鲜的味道完全进到汤里。然后面条再把它沾上去完之后，这就对了。你一吸到嘴巴里面去那面条的时候，它就好像大海、虾子、螃蟹、香菇、海参在那边动。我这个吃起来感觉就像一条小溪，什么溪？小溪，然后有一条蚯蚓在里面蠕动。蚯蚓？蚯蚓不会在溪里面游。哇！那咱俩留在这儿和去新疆这两条线，你预感哪个更好？我预感都不是什么好地儿。就根据我的经验，至少在这儿，肯定就是说比下一段那个直接去乌鲁木齐那要轻松很多。我觉得他们到乌鲁木齐还得往下。我先跟我妈打一电话。妈。是我，现在就我跟沙溢两个人就跑到一个
一个昆明的一个什么地方，就我爸爸一直特别想来没来成的云南。这有孔雀啊，那个要有吃的。对，我妈说你都是俩孩子的爸爸了。哎，妈跟你说话呢，免提。阿姨。啊，你现在好幸福啊。对啊，哈，我都很羡慕他。不着急，小明现在马上了，你要齐头赶上。小明这个第一胎一生，马上你就得监督他们把老二就得怀上啊。关你什么事？不能让他们俩歇着啊。那是你妈还是我妈？你们俩聊上了。关键你妈愿意跟我聊。行，不着急了，小明这指日可待了啊。好事好事啊，阿姨，那行，那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啊。啊，没事了妈啊，拜拜，拜妈，拜拜。我感觉应该还是要有个老婆的，希望我实在没老婆成。老婆呀，老婆，你刚才知不知道嘞？你们乡下话的 yes 很浓哎，你选了 yes， 我们现在直接坐飞机。去新疆嘞！天哪，不可能吧？木南木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木南木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水里。然后那个，显得咱们两个太腻乎了，不太好。你给我平安，木南木。其实同事觉得也挺好的。喂，当然挺好的，当然挺好的，我的木提贝贝，木南木，没事，水里，我爱你，木南木，我爱你。哥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水里。我爱你，木哥。一直木南木。他这么打，一会儿我跟我爸也得。哎，爸，爸爸，让你给我选 yes or no。 yes 呢，就是我现在坐飞机再去新疆。你把我从早上上海已经拖到新疆去了，我还要坐7个小时的飞机。我怎么看见有火车铁轨啊？这不是火车站吗？刚才我看见，这是不是又要坐火车走了？这还有可能，我看看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认为不是火车。就昆明火车站，昆明火车站，昆明火车站。执行，我觉得他们执行，他们比我想的还。哇！别跑，我这边。这个是你们要去的地方。火车道。蒙自北。吃口吧，咱们去红河。先吃口吧。这啥都没有，你这都出现幻觉了吗？饿成这个。奶奶，本次列车没有餐车，为了方便您的旅行，列车上准备了新鲜可口的盒饭。盒饭？盒饭？我怎么听见六盒饭？本次列车准备了新鲜可口的盒饭。盒饭？新鲜可口的盒饭。新鲜可口的盒饭在什么地方？你妈，这不新鲜可口盒饭吗？这不新鲜可口盒饭吗？梦里，睡会儿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哇哇！两位远道而来，辛苦吗？辛苦，肯定辛苦，超辛苦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，而且还有每人一次深操的机会。演
新闻表演之后，表演结束之后，你们要告诉我，你们觉得信封在哪两位的手中？哇、哦，我要认真看了。你请站上你的 VIP 观赏区。哇，好幸福啊！终于有件喜事了，哥，哦，好开心啊！好，来，请开始表演。好难，这个我觉得好难。就它是红的，你就盯着这张，嗯、我再看，我盯后面这张，你盯前面这张，我盯第一张，我盯第一张。没啦，如果你觉得票在谁手上，请站在那一位的面前。我先来吧。看清楚了没有？你看清楚了？我看清楚了。不可能。咕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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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。滴咚滴咚咚咚咚咚咚滴咚滴咚咚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滴咚咚咚咚咚滴咚。刘烨疯了，刘烨疯了。好，决定了吗？决定了吗？好，请薛之谦做出选择。我没办法了，因为哥结婚了，不能使出那招。各位姑娘，如果哪位我到时候啊给你眼神一对哈，是那个头等舱的，你给我个眼神行不行？给我个眼神，爱我的眼神。好嘞，姑娘，就是给面子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姑娘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票在不在你手里？你 ，Come on。请刘烨面前的舞者揭晓结果。我压力好大，我压力太大了。刘烨，你决定要再给薛之谦一次机会吗？我觉得按理说不应该给他机会，但是呢，我们俩这兄弟，信不信撕了？应该给机会，应该给机会，应该给机会，一定给机会，一定给机会。薛之谦，请在五秒内做出最终选择。姑娘。把你手上的票给我。把你手上的票给我。给我。来来来来来来！耶！哇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太棒太棒！你刚在楼上面写什么？商务舱，商务舱太棒了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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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辛苦大家。醒醒，等会儿
戏吧咱们。哦，现在玩游戏啊。哦，那天在坐火车的时候时间真的很长，我发现身边的旅客一个个都是风尘仆仆，十分的疲惫，就想着跟老沙一块儿给大家制造点欢乐。咱们俩现在呢去找人，找什么人呢？找跟你觉得跟你长得像的人，然后让他们看看，咱对比一下，看谁找的这个人更像。如果输的那个呢，就给这俩人买点零食。行，可以啊，来吧。真的了，哎，真的，当然是真的了。谢谢谢谢，旅途愉快，旅途愉快。帅哥，合一个影嘛。有没有人说你跟我长得有点像啊？长得跟我巨像，基本上我看到他我已经震惊了，就像我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。我当时都惊着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你先确定是男的啊。三二一。一，你确定我们俩胡子不像吗？我们俩眼睛大小不一样吗？